那个那这个我们要加高一点才行哦。对啊。再高一点才行。为什么呢？那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地方长在这里，它不是阳光，它是光。是吧？啊，那个不一样。它阳吗？啊。一开始前面是扁的，后面的管圆。前面这个有尖。什么原因？它为什么一个小时可以做这个事情？为什么一直这样？为什么？是人力是做二十天？就这个梯度，走吧，你看呢？ 我们到晚上加班，可能要不到一天，不然保安组再走也行，对不对？这是我预约的那个地方的。好，我们去了。不一样，就是说这个地方的。哎，这气泡，气泡应该起得来了。对对对，是南海那边的。啊，后边这气泡应该就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气泡就可以了。这几个气泡应该就可以了。